大家好，我是蔡律师，我们在新为民律师事务所。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美国绿卡和移民签证申请中的体检问题，2024年更新。绿卡取得以前呢，你需要有一个体检啊。那这个体检呢，原来有一个有效期，有的时候一年、两年或者四年啊。如果过期了呢，还要重新办，比较麻烦啊。现在呢，这个手续得到了简化啊。如果是在美国提交 I-485，那么这个体检可以一直有效，永久有效。如果你的体检是在2023年11月以后办的啊，就可以像这样。如果在那以前的呢，还有一个有效期的问题。那所以这样呢，对申请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啊。那你可以选择任何时候办体检，如果我的排期还没有到也可以，如果我还没有 ready 交485，比如要等这完豁免啊，等其他的事情啊，有的人要等到结婚以后提交啊，等等，这些都没有关系，你可以提前办体检。当然你也可以先交了485过后再办，因为以前有一些人因为身体状况的原因，有的人因为怀孕的原因等等，他需要推迟办理这个体检，那像这样呢，他也可以考虑就提前办理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没有一个过期的问题。那如果在中国办移民签证呢，还是要有过期的这么一个问题。一般来说呢，在中国办的这个体检呢，半年有效啊。如果过期了，那么就会被要求重新办。所以总体来说呢，在美国做体检可以没有过期的问题，在中国呢，还是有一个过期的问题。办 I-485 比办移民签证还是要简单一些，也快一些。但是呢，当然你要人在美国境内才能提交 I-485，这个呢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。而且你提交485以后，一般也要在美国待一段时间，所以前后要在美国住几个月的时间啊，也有这方面的要求。另外呢，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，体检的时候呢，都要有一个疫苗的记录。那这一点呢，疫苗包括有这个传统的，比如白百破呀，等等，流感啊，等等啊这些，当然也有新的这个新冠的疫苗啊。那在中国呢，有一些人要打这个辉瑞啊，或者是 Moderna 的这样的这个新冠的疫苗不容易啊。但是呢，至少目前啊，美国移民签证的对新冠疫苗的要求还没有改变啊，绝大多数人还是需要办理这个疫苗。如果要办疫苗豁免啊，可以单独提交啊，说明个人的原因 ，case by case， 根据个人情况，有可能能够批准，但是需要有充分的理由啊证据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视频呢，讲到的是办理美国绿卡和移民签证的体检问题，2024年更新，谢谢。